啊，说啊，开导我想伊嘛报复啊，哦啊，所以这我是没完没了的哈、哦。啊，即马讲到种个咱台湾哦，咱六十几人来，嘛是台湾人都默默受咧吼。美国有管啊管，伊嘛是甲咱等等安尼咧，哦啊，带只国民党个来啊，甲咱欺负咧吼。啊，这咱嘛是爱伸张正义就对了吼。啊，美国安尼嘛唔对咧，所以要安怎讲，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家己爱争取咱的权利，争取咱的权利。咱若无站起来，美国就放你安尼，就继续落去安尼嘛，吼、哦。因为对美国来讲，保持现状，哎，对伊有好处咧。哦，你讲一当每当的这个武器的交易哦。诶，唔是百用尔，迄上刁的呢，迄钱是不得了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就是美国的利益，哦，伊目前就是无愿意吼、哦、来承认，啊，种承担吼，伊是旧金山合约的主要占领权国，哦，伊无要承担这个物件嘛。啊，伊若承担落，诶，咱就。差不多会使讲要出头天啊吼，啊，咱就会当较有尊严嘛吼，最好嘢要买啦，要买买一只，买一只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哎，对了对了，不啊，尊严较要紧啦吼。啊，目前就是讲，咱伫国际上无一个国际承认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，咱拢无啊。咱也无所谓的国籍啊，中华民国这个国籍，那是无合法的，无合法的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大家伫遮吼，啊，寒哪流咧吼，啊哪上课咧吼，啊，都、就是为着咱家己啦吼，无、哦、为着别人，为着家己尔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我要出来吼，啊，落咧赶火车吼。啊，向阮朋友啊，敲电话吼，我诶，近期买一个日报，哎呦，啊，日报我阿咪又无熟悉咧，我拢看自由时报咧吼。伊讲日报第六页吼、哦、有我的消息安尼啦吼。讲、哦、我都最近拢无做歹代志咧吼，那、哦、有我的消息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都通机场，哎，对，到通高铁了，我去买一个报纸吼。啊，结果伊遐有一个。什么记录时代啦吼？什么建国一百列名典啦吼？啊有我的相片吼，1991年正月我创馆的时阵啦吼。啊，这是顶届的这个顶届的第四届吼。啊，拄到四月二十吼，都市长案件，所以我有讲这个故事吼，就是1991年正月。我摕到国民党的签证哦，但是我用的是随便护照啦吼，这护照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吼。啊，签证嘛真的吼，啊来到桃园机场又冻掉嘞，就是这个照片啊吼。我20多年前我不只少年个缘投嘞吼，啊，但是拄到五六个少年嘞吼，穿迄个皮的夹克吼。我硬甲扛起来，我甲扛起原机吼，搁甲送转去遐东京，即个即个相片啦吼。啊，所以大家若有趣味，会使轮流看一下呢吼。啊，我叫新学。不一样的学员。哦，不一样学员咯。哦。好玩了。哦，这故事讲出来，搁落落长安尼吼。哦，安尼无同款人哦。但我看高雄还搁袂少嘞吼，高雄各地的吼，哎，所以无简单嘞吼，迄民政府安尼吼，四界拢有法度安尼靠一挂人吼，这真无简单。我伫车内含迄个游线嘛咧讲哦，无简单要出户来人来上课吼，啊，搁交5000块。我哪有遐简单？拜托遐免费的，我都考虑到讲交5000块吼，
所以真无简单啦吼。所以各位确实真正有心啦吼，有心为着台湾吼，啊甘愿来付出，吼，这点是值得吼，大家互相来尊重，互相敬佩安尼吼。啊，我是拄啊有拄着一个台南来的吼，我台南人啦吼。啊，我出世也是台南，差不多唔捌离开台南吼。敢那毕业的时阵吼，毕业旅行，我去走一个关阿念吼，啊嘛是台南关啊，所以走袂出台南就对啦吼。啊，一直到这个1962吼，六二年要出国的时阵，才离开台南吼。啊无无，要出国以前。这个一个故事啦吼，我迄阵就是新台建筑系吼，啊我伫系内底设计吼，啊袂歹，成绩袂歹啦吼，啊所以系主任就甲我讲，你即马做兵了吼，啊转来系里吼，啊来做做教安尼啦吼，啊迄当时60年代吼，我毕业了要找头路无简单嘞吼。哦，袂歹哦，我倒来阁做高人做吼，啊，着做兵了，着等于成大建筑去报道，啊，着上班安尼吼，上班两礼拜了吼，迄个教务处就通知讲，啊，你袂使做助教安尼啦吼，啊，我迄阵就讲，啊，袂当做助教就卖啊，偏啊懵嘞吼，我包好我款款嘞，着离开台南来个中立。迄阵中立吼，叫做一个中原理科学院，即摆叫做中原大学。啊呀，建筑会都开始要成立吼，啊所以就我走去中原做助教。啊，尾仔我知影讲，啊新台那袂当做助教吼，就是我要大四迄年吼，啊我有一个教授，伊是咧教水彩，啊含我不止啊袂歹啦吼。伊是吉纳人啊吼，啊来台湾嘛袂用骑脚踏车嘞吼，我普通拢骑脚踏车来载吼，啊载伊教我写生活图安尼吼，啊所以喊我不止爸嘞吼，啊所以大四的时候伊就摕一挂表，要叫我填啦吼，伊讲你爱加入国民党吼，啊加入国民党有足济好处。吼、哦，你出国啊，足方便吼、哦，啊，找头路啊，好找头路，吼、哦，有遮种种诶好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咱少年诶吼，啊有正义感诶吼、哦，我想讲，加入国民党有遮侪好处咧吼、哦，啊无加入诶人啊无好处，啊你唔对咧，我想讲你唔对咧吼、哦，所以我拒绝甲加入咧吼。哦啊，结果有影无好处咧，我煞心内做到煞做袂到咧吼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离开了来个台北，啊，伫台北建立事务所上班，啊，一半时间伫中央理工去做助教，哇，两个头路安尼吼，走来走去安尼吼，啊，就是伫这个过程中开始清这个奖学金的啦，吼，啊，清奖学金，迄阵奖学金吼。比较着较好穿，吼、哦，真侪，主要你大学的这个成绩也好吼，奖学金拢穿得到啦，吼、哦。这可能一个助理、蔡助理也知影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我是穿三间学校拢穿有到，干那一间给我这个 full scholarship 吼，全部奖学金啦，吼、哦。后你注册费、读册费、宿舍费，吼、哦。食饭费啥物拢有吼，哇，足好嘞吼！我迄阵穿着足欢喜个对啦，哇！但是吼，台北甲美国吼，行路袂到嘞吼，啊坐飞机嘞，啊坐飞机个钱嘞，吼、哦、啊这钱哇，这钱嘛，迄当时袂少钱嘞吼，嘛无法度啊！啊，阮爸母是讲啊，五个后生内底，敢若即个第一个会当出国吼，较安怎嘛要出国啊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老母啊，着将伊个金破咧、金手指白白咧吼，讲、哦、啊，你遮退去吼，摕去桥仔头，高雄个桥仔头吼，我一个阿舅啦，一个阿舅住伫遐，伫开金仔店，
是讲你提转去去桥下头，啊，该换现金转来安尼吼。啊，就是坐当时我已经坐公路桥的吼，啊，等台南安尼动动动动遐桥下头，啊，就是换现金，啊，用这钱啊去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，当时真趣味，就是讲这出国这少年留学生吼，拢坐包机啦，吼。包机较俗啦吼，你讲哎好，规台车拢留学生，啊拢包机安尼吼，啊所以拢坐包机，啊有诶是经济搁较歹诶吼，伊着坐船，坐船坐几啊个月吼，啊坐去到美国安尼吼，啊所以我是坐包机，啊伫1962年离开松山机场，哦，啊当时足坐第一摆啦，吼、哦、第一摆穿西米露咧吼。迄个第一摆吼，第一摆坐飞机安尼吼，啊去到机场吼，就决心讲一声吼，离开台湾无爱倒来。吼，迄当时的气氛就是讲，你若有法度走离开台湾吼，就走离开，莫倒来安尼吼。啊，当然我老母就咧问我，啊你当时要倒来？我讲好啦，我五当一定会倒来吼。其实我讲白贼啦吼，我无爱倒来，啊，所以真侪吼，迄当时的留学生吼，大部分拢无倒来，吼，去就无倒来吼。但是出国了无倒来吼，即、這个策略吼，即摆甲烧起来吼，啊，无足正确啦吼。即蔡总理也捌讲啦吼，应该是伫遐读册了吼，啊，摕一寡工作经验了，爱紧倒来。紧转来占位，紧转来做一挂宣传的工课，吼、哦，宣传台湾意识的工课，吼、哦，无啊，啊，结果，国民党要互你转来时已经上万啦，因差不多大学的这个教职的位，吼、哦，差不多拢已经占去啊，吼、哦，我一挂真济迄个。所谓的中国人还是外省人的同学哦，伊拢较早倒来，拢去占咧教授的位嘛，哎、欸，所以我倒来了后，想要倒去生态找一个教职，都无法度入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慢倒来，慢慢倒来摆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1962出去了吼，啊，我是第一摆飞去西雅图，因为我是学校是 Pittsburgh。哈、哦，啊！但是我飞西雅图是因为1962年西雅图一个国际博览会，啊，各国拢有一挂代表性的建筑物吼，伫西雅图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利用迄个博览会吼，去参观世界各国的一挂建筑物吼，啊，所以就飞返西雅图去。啊，迄当时我伫中原理大院吼做助教。啊，中原迄阵是，伊个是教会学校吼、哦，啊，教务长是美国人吼、哦，啊，我要出国，迄三时吼，讲、哦、我要出国安尼吼，啊，迄三时，我伊真好咧，安尼真好心吼，伊、哦、讲啊，我会写一个推荐函吼、哦，啊，这张批你摕去西雅图吼，伊、哦、有朋友安尼吼，啊，底下会当甲你照顾安尼吼。哦我真欢喜咧，我就飞到地岛啊，西米罗落地啊吼，啊就飞去美国啊。啊，迄阵咱出国吼，啊唔知影讲吼，物件多吼，迄阵就是车吼，像阮美国车贵三双哦，台湾的盗版的车罔买哦，我规大堆哦，迄当时哦，啊拖拉机应该是几啊脚好体吼，唔知影咱买一架足大脚啊，规个钱钱落去一脚去咯。哦，寒啊，拢袂叮当就对了。啊，去到西雅图的时阵吼，落飞机了，啊，就去问路，坐巴士，啊，去找到这个所在。啊，怎个知影？哦，啊，美国就是讲，美国对吼，中产阶级靠钱的吼，拢住伫郊外，啊，住伫市内，就是讲较乌的啦吼，即普陀里古老啦，拢住伫较市中心啦。啊，找到郊外的时吼，落巴士了后一段路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行李扛啊咧，足忝的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找到迄个所在吼，
市电铃了无反应呢，我哇啊，食了难，啊来到遮，啊搁无找无着人，哇，我即个行李要害去倒吼，害去车头啊，无位人困呢吼，哇，伫遐咧烦恼吼，啊搁一台车驶过，啊搁苦恼转来，啊就甲问讲，你是要找啥呢？我找这主机的主人吼。伊讲无人伫个啦，今仔是礼拜日吼，是劳动节吼，是美国的哈拉的吼，放假大家拢放假去啊，无人啊啦，哇，我真正误会啊咧吼，无人啊到外面喏，伊讲来到阮兜啊咧，哇，真正搁拄着贵人咧吼，哇，我叫伊到阮兜咧，结果因某因囝拢去度假，伊无去啦。伊讲因家房间几人间安尼吼，啊叫我去因家住吼，好啊，我就讲无人直接讲住咧吼。啊，迄阵吼出国吼，我是乌大山啊，山皮巴吼，你看我这个少年啊，穿安尼吼，哇，都真对 steak 请我咧吼，哇，都迪拜嘛，迪拜食牛排咧吼，食 steak 咧。哦，我倒啊，遮嘛就甲切嘞吼，也是话得巴拢花嘞吼。啊，但唔知是要吞啊，唔吞安尼啊。啊，无多嘞嘛，硬吞嘞吼，嘛是讲哦，好食好食嘞吼。哎，啊，所以是真感谢啦吼。虽然是咱第一摆食吼，无偌好食，即马烧个嘛袂歹食嘞吼，有 steak 人食吼。啊，你啊，我甲讲，我主要是要来看这个博览会吼。啊，伊讲安尼好，伊即马透早啊载去博览会场，啊开一波吼，差不多几点，约到会场个门口口啊，甲载到转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领导带差不多要甲有四天个款吼，拢带领导啦吼，啊佫食因个带因个安尼吼。啊了，我就讲啊，我要转去学校啊吼。啊，伊甲问我啊，你要哪去铁佗？我就讲，我咧坐古里汉巴士吼，佫俗咧吼，啊，佫会当是做观光咧吼。我伊就海头啊咧吼，伊讲西雅图到 Pittsburgh， 拜托下咧，即个是台湾个吼，我讲台北啊、高雄啊，几点钟尔，还是几落工咧吼。啊，结果我坐古里汉巴士嘛，就差不多五暝四工啦，四暝五工。哦，坐个咧吼，喙齿拢发炎嘛咧吼，啊，搁伫个路中吼，咱打到美国吼，英文嘛无讲足老个咧吼，啊，所以食饭个时阵，车休困个时阵，落来吼，啊，落来大家排队，啊，排队普通，因个车头边个是 cafeteria 吼，啊，落去排咧吼，啊，咱 menu 嘛看无咧吼。啊！就看头前点啥，就讲我嘛要坐咧吼。啊！就只安尼好，啊，食到去到遐咧，拢无维他命 C 吼，拢发炎嘛，喙齿肿肿起来。啊，所以有这注意的物件啦吼。啊，去到这个美国的时阵吼，无偌久吼，啊，我就接到这个日本寄来的这个台湾青年吼。我这台湾青年嘛真厉害，知影我到底对的吼，啊接到台湾青年吼，啊就开始读一挂有关台湾的一挂代志吼，啊同时我参加学校一挂读册会，啊了解美国的情形吼，啊家己看一挂幼稚园的册啦吼，这个福摩沙比吹啦吼，比出个台湾吼。啊，渐渐了解台湾的代志吼，啊了后，啊我伫第二档，啊就参加这个台湾独立联盟吼，啊伫美国呢，所以大概这是1900吼，就抗美代啦吼，啊一直到这个70年代吼，啊拄拄啊蒋经国，因老爸啊吼，蒋介石吼，要甲捧做接班人吼，啊，所以就应该爱甲送去美国啊，小可度一个金嘞吼，啊，所以就甲送去美国，啊，这消息伫这个报纸拢有报嘞吼，哦，啊，大家就海外台湾人就
足兴奋诶，讲啊赞哦，这机会足好诶，安尼吼，大家拢讲诶，即下个平调上好吼、哦，大家拢有咧想啦吼，咧想足济吼，啊结果就是实际行动吼、哦，啊干阿我咧甲黄文雄啦吼、哦，啊所以1970年吼、哦，伊来到美国吼、哦。四界拢受到即台湾留学生的即个抗议示威吼，单独选举第二个抗议甲华盛顿 D.C. 吼，啊了伊来到 New York City 吼，啊伫 New York City 一间大饭店吼，叫做 Hotel Plaza 吼，啊伫遐伊做南巡吼，中昼时有一个请食中昼啊，甲即个做一个演讲啦吼。啊，伫这演讲会，啊，我就讲，哎，啊，这机会上好吼，伫、哦、这演讲会内底，啊，佫中昼时吼，啊，所以阮就利用这个机会吼、哦，啊，就伫迄个所在开唱安尼吼，啊，当然，伊同时参加的就是我吼、哦，啊，我招阮同事，阮太太的兄哥，叫做黄文雄吼。哦伊当时伫康奈尔大学诶研究所吼，含即个李定伟共研究，毋是共研究所啦，共学校康奈尔大学吼，所以伊甲李定伟我哪有熟悉啦吼，啊，伊就是讲答应讲，诶，安尼会使吼来参加即个物件吼，啊，搁我搁招一个姓罗诶吼，罗文雄吼。伊即马人住伫台中吼、哦，我若转来台湾啊吼，啊，迄当时就是决定讲伊来开唱安尼吼，啊，我是差不多做迄个暗号的工课啦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是这支唱啊，佫有故事啦吼、哦，这支唱是等这个卢医生啊退来吼、哦，是台独人民的唱吼、哦，啊，了后呢？伊迄一天吼、哦，12点伊是即个食饭会，哦，啊，即一挂即个台独人民的兵员吼、哦，伫迄个大饭店的头前就开始示威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我们刺杀蒋经国这消息是无人知啦吼、哦，我无讲出去啦吼、哦，啊，当然是迄、那个。住伫路易斯安那，即个台独人民的兵员吼，姓陈吼，陈永成，伊驾枪来到纽约市里的时吼，了伊有去找蔡东营吼，啊，当时蔡东营是主席啦吼，啊，我相信吼，伊有甲讲吼，枪击来互我是要创啥吼，伊一定会甲报告咧吼，啊，所以迄一天的即个示威游行吼，迄、那个。蔡东营无出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张灿宏嘛无出席，啊，陈良志嘛无出席，吼、哦，我想伊拢知会出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拢无出席安尼。啊，迄一天伫旅馆的饭店的头前，就是讲，诶，政治人员太侪，吼、哦，有这个纽约州的这个警察，便衣的制服的，吼、哦，纽约市的警察，便衣的制服的。啊，个蒋经国本身家己炸起个保镖哦，哦，差不多伫个门口啊，踢啊，甜甜甜吼。啊，所以吴文良伊藏伫这个啊保镖内底啦，就是这个便衣警察内底吼。啊，因为这个便衣警察哦，拢各单位来啊，互相嘛无认识啊吼。啊，所以伊嘛唔知吴文良是便衣警察还是刺客。伊拢唔知啊吼，啊所以蒋经国伊的车吼，乌头啊车来到这个饭店的门口的时，就人家开门，开门了，伊就慢慢行向这个大饭店，吼，啊大饭店的内底有一个旋转门呐、啊、吼，旋转门吼，啊伊行要到旋转门的时吼，吴文良就开始开枪啊，吼，啊但是吴文良伊。伊个正平、倒平拢是警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手举起来时，警察就目睭就有看到啊，吼、哦，将伊手吼、哦、向顶端甲弄一下吼，枪、哦、开起时，差将伊个头壳头差20公分啦，吼、哦，伊弄一下拍无着吼、哦，
啊，了就无机会开第二门啊，因为警察甲弄了，将伊手杀起来，拢甲饲咧涂骹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警察足大胆个啊，我们两个人细汉啊，都饲咧涂骹。啊，一个甲饲咧，剩个警察就规个歪来啊咧吼，大家拢甲合落咧吼。啊，合落警察大胆啊，我们两个细汉来都弄出来吼。哦大家正在煮的，拿弄出来，弄出来，我徛起来，我 ，I want let me up,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哦。伊讲你莫我徛起来哦，像一个人安尼徛起来，莫来挤到涂骹安尼哦。伊大声安尼喊啦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哦，我伫门口，我听着枪声吼，啊，了我就冲我去吼，结果我变成猫一个，我目镜破去哦，我。他甲嘛挂几两空吼，结果吼，市教署惊唯一老火是我咧，结果我提六奖咧吼，啊奖金高阁无老火咧吼，哎，啊所以这大概经过啦吼，啊了后我两个咯哭啊吼，啊哭啊了，啊就开始这个伊无要放人啊吼，就设这个。这个保险金嘛吼，保险金嘛吼，保险金吼，搞阮两个保险金定足悬的吼。啊，当然，迄个保险金吼，当时国民党驻纽约的迄、那个，迄当时叫做大赛吼，有干预美国的司法啦，因有去找迄个检察官吼，讲这两个人袂使放出，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检察官讲。袂使，那这法律都袂使讲拢无放啊，这扣啊，那拢无放。如果安尼，你的保险金嘛定足悬足悬的吼，可以无法度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的保险金吼，啊，拢总定20万美金，吼、哦。伫当时吼、哦，一元兑40元，20万美金是天文数字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，留学生，大家拢三 PP 啊，吼、哦，拢是拍工生活咧，吼、哦。会赚的钱啊，可能用啊20万美金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就是这个事件吼、哦，引起差不多全世界的这个台湾留学生吼，真大一个鼓舞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差不多全世界的留学生吼、哦，大家拢借着捐一寡钱吼、哦，啊，从我伫这个纽约市里吼，叫靠啊32天吼。哦啊，了报销出来，我的报销金是9万元美金啦吼。啊，三个月后，吴母娘报销出来吼，伊的报销金是11万啦吼，拢都加加20万啦。啊，当然唔是讲你报销金偌济，你来交到满吼，即、這个现金交到满唔是啦吼。你来去找迄个保险，因有一个 bill company 哈。叫做保销的这个公司吼，啊，你若有10万块的保销金吼，比如讲你摕一个现金吼，比如讲3万块，啊，剩下欠7万块，啊，7万块就公司甲你付，吼，啊，你若有物件要做担保吼，那就买厝相共啦吼，你然后要做担保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当时某一挂迄个兵员吼，将伊的厝吼。提出来做保吼，那就用3间厝吼，提出来做担保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嘛就无简单啦吼。后尾啊，我伫1972就对啊，这事件发生伫1970吼，啊，我71年的时阵吼，是开始开庭啦吼，啊，开庭我们两个的迄个官司的策略就是讲，承认有罪，啊，都。我开枪的啊，所以伊讲伊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我讲无啦，我无罪啦，啊，我无关的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迄支枪是陈文成吼，但路易斯安那摕来个纽约州吼，户外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叫他赶去找，经过迄支枪吼去找着人吼，啊，找着伊，啊，就甲讲。你敢知影联邦法有一个法律吼、哦？你若提武器越过州界吼、哦，你就是违反联邦法吼、哦。
啊，那个你起诉哈，你来关关几啊年吼，我爱都紧张啊嘞吼。伊就讲，你若照检察官犯路的吼交代吼，啊，无必要给你起诉，吼，啊，所以就照检察官嘞吼，甲问啥，伊个伊早拢讲了对啦吼，我伊无是无你提枪来给我，啊，我甲讲你枪是要创啥嘞吼，啊，结果伫法院伊拢讲嘞吼。啊、我就讲我无插吼，所走袂开就对啦。结果咧，法院判我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咧法官就讲好啊，恁两个吼，啊，无是无你来出庭吼，要宣判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宣判迄天，我两个拢走了吼。因为英文叫做 jump bail 吼，这个保释金就是 jump 啦吼，我就是走就对啦。啊，这保释金当然。现金是叫没收的啦吼，啊，但是好在咱这三间厝吼，伫纽约是州，啊，这个啊，官司伫纽约州吼，无共州啦吼，啊，州法内底吼，你一个州袂使越州去没收别州的财产吼，啊，所以三间厝无叫没收的吼，啊，所以禁袂掉啊嘞吼。啊，所以没收就是讲，要退去遐现金没收去安尼吼。啊，我就离开美国去啊。啊，我是走向瑞典啦吼。啊，伫瑞典签这政治庇护。啊，我们娘伊是走到加拿大吼，加拿大吼，伊走到迄边去安尼。啊，结果呢，我走到瑞典吼，有摕到政治庇护，啊，公开我的身份吼。啊，结果美国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，吼，佮将我引渡等于佮美国一家嘞，吼。啊，吴文良，美国拢找无伊南美伫底，吼，啊，毋知伊伫底。结果伊吼，美了三十几年，吼，伊1996年佮倒来台湾，吼。啊，所以虽然是无美国关的，吼，啊，但是要。秘伫地下三十几年哦，真无简单呐，真无简单吼。比如讲，你一个台北人吼，你讲互你走到屏东吼，啊，秘三十年，啊，你来生活啊，吼，啊，你拢无身份啊，吼，伫美国你嘛有只身份有啥吼？啊，所以我就感觉伊嘛真伟大啦吼，会当安尼三十年安尼吼。美国无人知影是对的，我嘛毋知是对的，吼、哦，就是我咧邀我伊从加拿大去安尼吼，所以大概诶，这个经过是安尼啦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够有时间啦吼，啊，咧、今仔日吼，因为真侪无共人啦吼，啊，有个人要听遮故事吼。哦啊，主要我是咧讲，但这个1920年代吼，到即马2011年吼，将近100年内底吼，咱台湾人遮济精英，遮济知识分子吼，啊，为着台湾遮尼啊打拼吼，来到经过100年啊，游玩呢，咱嘛无啥物进步吼，游玩咱阿个是。无国籍，游完哦，咱那个和这个国民党诶，吼、哦，这个流亡政府在甲咱统治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总统府，吼、哦，是支那人马英九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台北市，哦，新北市，哦，即种支那人咧管咧，吼、哦，台中市，哦，支那人咧管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半以上。拢都支那人咧管咱遮台湾人吼，啊，整个台湾的资源因咧分配，吼，啊，台湾人是大多数，啊，大多数人认真打拼趁钱纳税，啊，结果咧，这钱啥物人咧开，因咧开啊，吼，即届花博你甲看，开150多亿，吼，安尼就甲开落啊，吼。即钱看要安怎建设吼，偌好用呢？但是因都法度开钱，
啊，毋是开因的钱啊，开咱的钱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就讲，啊，即一百人来安尼，即拍拼，结果呢，咱阿个是一个无国家的即个台湾人安尼，吼、哦。诶，啊，伊伫迄个，都无，可以，哦。哎，听到。我已经在吗？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，即摆来讲，哎，啊，咱那个是原地踏步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呢？吼。我你这是啥？哦，没有你毕业了啦，哦。在吼、哦，有足侪这个台湾的这重要的这个运动啦吼，会使讲社会运动吼，真侪吼，真侪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小发发的，就是1920年代吼，台湾人在经营吼，啊，真热情吼，啊，替台湾人做足侪代志吼。比如讲，这个1920年，这个新民会吼，啊，伫东京成立，就是这个东京一挂留学生来成立吼，啊，主要这个啊支持这个新民会是林献堂，哦，林献堂的出钱吼，啊，成立这个会，啊，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吼，啊，当然咱真清楚，就是蒋渭水吼，这人啦吼。啊，文化协会嘛是一寡资金吼，蒋渭水以外嘛，林献堂也有出钱啦吼。啊，过1922年吼，林献堂成立这个台湾基会基层同盟会吼。啊，这主要是这个林献堂啊领军啦吼。啊，日本时代，日本政府原来有邀请这个林献堂吼。啊，去参加这个做参议员哦，伊无爱吼，伊要求吼，啊，台湾来设一个议会，和台湾人有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政府的组织安尼吼。啊，1926年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吼，啊，咱知影啊，捌听的吼，江杰啊，甲赵刚吼，这是屏东那边的人啦吼，啊。因是为着这个做事人，迄当时拢大部分拢种甘蔗，吼、哦，啊，借东回乡吼，台湾足济借东回乡吼，啊，所以啊，种足济甘蔗吼，啊，但是问题咧，帮甘蔗的时吼，拢会做骹手歪割吼，啊，所以因农民内底吼，有一个真普遍的话，就是讲第一讲吼，种甘蔗。有政府帮安尼哦，还是讲回社帮哦，啊，就是咧讲这个农民吼被剥削安尼吼，诶，农民运动。啊，1927年吼，啊，文化协会啊分裂吼，啊分裂，另外咧，伊当时分裂就是讲有左派甲右派迄款想法啦吼，啊，另外一批人就去成立这个台湾民众党。啊，所以才讲是台湾吼、哦，这个政治内底第一个啊，台湾人组织的一个政党啦吼。啊，1928年吼、哦、啊，台湾共产党吼、哦，伫这个上海成立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共台湾共产党的主要的领导人吼、哦，是蒋雪红吼，台中的蒋雪红啊，甲杨克洪一家人啦吼。哦1939年吼，啊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
啊，这林献堂错会会吼，因这人成立的安尼吼。啊，这个运动内底吼，啊，主要就是讲为着要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吼，啊，凝结这个台湾人的认同啦吼，啊。迄当时，台湾是日本吼，一个殖民地吼，啊，台湾人就是日本籍的安尼吼，啊，伫遮个社会运动内底吼，大部分和这个日本政府还是日本统治当局吼，打起诉啊，入去关的吼，有足侪人啦，即我是写几下尔吼，真侪吼。叫张伟水啦吼，蔡慧茹、王明川哦、蔡培慧、林妙春啦吼，林妙春是这个林献堂的一个孙啦吼，啊江杰啦吼，张新切、赖和杨贵吼，啊咱知影赖和杨贵是台湾的文学家吼，真有名的文学家吼，所以到那迄当时吼，阿妈。出真侪力啦吼，啊，食真侪苦安尼吼。啊，一只我特别吼有讲这个1934年吼，啊，台湾有一个大洋镇吼，这是这个文化艺术方面吼，过去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家啊，是讲画家吼。伊拢有参加祭典吼，伫日本的这个帝国的展览吼，啊，台湾人若要参加咧，爱将这个作品搁运去到东京吼，啊，伫东京受到日本评审委员的评审，啊，了然后通过还得奖吼，啊，所以这个艺术家就是认为讲，诶，安尼唔对咧吼，咱台湾人。艺术家的作品是安那，一定爱去到东京，受到日本人的评审吼。咱也袂当台湾人的话，用家己台湾人家己来评审吼。啊，所以因创立一个大洋展吼。啊，这就是迄当时1934年吼，一个台湾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啦，就讲咱是台湾人吼，迄个意识的表现吼。啊，这个创会者里底陈立奇吼，这我写唔对吼，陈立奇伫1934年已经亡生啊，伊是1930年亡生的吼，啊，但是这个会吼，主要是陈立奇伊领导的啦吼，啊，陈立奇这个是真优秀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油画家，吼，啊，伊亡生的时阵。他26岁尔吼，足可惜个吼。伊个画图吼，啊，最近伫台北东方画廊有展览哦，画了非常好，吼。啊，可惜就是讲较早过身吼。啊，剩个即个艺术家吼，即摆非常非常有名吼。虽然是拢亡生啊吼，但是即个艺术家是咱台湾的宝吼。是咱台湾的宝，因遮的图吼，大部分伫这个国际上的拍卖吼，差不多5、6号的图都拍到上亿去吼，啊，所以可见因迄当时伫1930年代的艺术水准、文化水准吼，都非常非常的悬啦吼，所以台湾人遮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人才，确实是迄当时吼，真济真优秀啦吼。啊，即摆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来休困，要休困了不？10分钟哈，啊，大家休困10分钟哈，来。